9.9. Wind, 110 degrees, 15 knots. Visibility, 10 kilometers or more. Cloud, few, 3,000 feet. Scattered, 4,500 feet. Temperature, 23, 2.11. QMH, 102.25.到这里面来，觉得他的视野相当的广阔，那在这里感觉在观测的过程来讲，那个视野会无限的延伸，一定可以提供更好的这个气象啊，航空气象观测品质。相当不容易啊！显示说我们这个松安藤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啊，发展这个作业系统传统。那我希望说先进的同仁啊，因为像大家能力相当好，应该贡献自己的那个知识哈，让这个我们的作业系统再更进一步的发展。站在中间的立场哈，那贡献你的个人的能力哈，就是说，我们为了更好的愿景。虽然我们一定会怀念在爱文芒果树下的烤肉。但是新的办公作业室我看过，真的非常的宽敞舒适，视野非常的良好，
我要为刘台长还有所有收音气象台的全体同仁按一个赞。在本人任职于台北航空气象台期间呢，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台北松山机场低空风切预警系统，也就是 AirWatch 的成立。第二件事情是曾经遭逢921大地震，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呢，本台幸好只有少部分的气象仪器受到轻微的损伤，其他整体建筑物及同仁们都平安。非常高兴啊，看到那个台北松山气象台的新的观测室落成啊，这是在我们的整个气象台北松山气象台的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松山气象台过去一直表现都非常好，希望以后一样受到我们的长官所有的民航舰以及航空公司的 Captain 驾驶员甚至航管对我们的服务都有所肯定，这是我们身为气象人最重要的一个职责。那对本台同仁而言，既然有这么好的工作环境，那么除了认真工作之外，我也希望说同仁能够达到享受工作、工作享受的境界。那身为新气象台的首任台长，那内心其实蛮复杂的，但是呢，我有信心可以扮演好这个角色。那在未来岁月，还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谢谢。顺利搬迁，全赖通信气象设备台同仁的大力协助。优质舒适工作环境的建立，则是秘书室积极作为的成果，在此特别感谢。